嗯，所以如果谈到这个呃具体的这个法案呢，我想问一下何先生，因为它里面专门还把孔子学院的限制提出来。那他说呢，他要限制这个国防部对于这个有孔子学院的美国大学的这个资金赞助。为什么是国防部呢？呃，是这样的，就是美国其实九幺一以后呢，呃，就呃当时就忽然发现对一些比较偏僻的语种啊，美国人才很少。 后来呢，就制定了一个呃一个法案，实际上就是培养这个，就叫国家安全语言计划。国家安全语言计划就是呃专门当时指定了六种语言。那么当时因为中共正好是经济发展的非常快的时候，所以中文以中也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呢，分成四个等级，就是说中小学主要是由教育部负责，然后大学这一个等级的和研究所这个等级的呢，呃是由国务院负责。 然后，然后呢，就有一个兼，就是兼职的培训，大概每年全国大概资助两千个，两千个人，就就是这个，就是很有目的性的了。嗯，呃，就是要投资，要要要投资要这个归国防部管。哦，然后还有一个等级是归情报部门管，所以它有四个等级。这样的话呢，就像国防部是。 就是资助了像这种有孔子学院的，就中文教学相对比较发达的这些这些学校，原来它的中文教学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国防部资助的。但美国他不会说指定就这个地方专门培养给他的人才，他就是你各个大学申请 grant，申请，然后他就呃，如果他觉得这个计划很好，他就培养。那么这样的话，等于是这一批这个这个,這個方定培养出来的人，他也可以用，就是这样的。美国他普遍都这样做的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国防部是资助的，而且尤其是这些大学，有孔子学院的，一般开始的时候都是名牌大学，都是好大学。是。那么这些大学本来中文教学就比较强，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国防部资助。现在如果说是切断了这个来源的话呢，也就是说在高等教育当中比较尖端的教学的这个经费呢，如果你再跟孔子学院合作，这个经费你就拿不到美国的了。那您觉得除了经费之外，它还会不会？ 呃，就是好像就是形成一种一个一个 model，我不知道这个就是呃模式，就是就是好像对于大学来讲，他会去考虑，就它会不会影响孔子学院这种机构在美国大学的这样的一个推广？呃，从这个就是从国防授权法来说的话，它不会去。 直接说你不能办，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就是一些议员直接就跟自己的这个州里面就提出来，卢比奥就跟他们的自己这个佛罗里达州就提出来，写了信给五家有孔子学院的大学，<错>要求他们就撤销。<从>那个呃，r 鲁斯呃，德州的这个从就是说从议员的角度，他可以从议员的角度，以后会有更多的政客、政界人士会去抵制在自己选区选出来的选区里面办孔子学院。 会越来越多，呃，而且呢，将来呢，就是说，呃，从其他角度哈、啊，这是从国防这个授权法这个角度，其实从其他角度，以后还会有一些相应的措施。这样的话呢，就至少呢，就是美国大学和中共合办孔子学院这种行为呢，是在美国全社会将来会不受鼓励，嗯，不受鼓励。那么有的大学就要考虑它的声望问题啊，就是说，如果说成为成为一个社会风向了。 那么他就要考虑他值不值得了，就社会风向不仅仅钱的问题，因为孔子学院中共要出一半钱嘛。是，呃，那那不管怎么说的话，就是说他还还有一个社会效应的问题，那也要考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法案出来以后呢，把孔子学院点出来以后，对于孔子学院将来在美国的发展会是很大的限制。